对不起，刚刚忘记让你吹蜡烛了。生日快乐，你想要许什么愿望？我希望大寿星刚下班啊，在开车。老公，对不起啦，去年你生日我在国外，我今天下午特地请假哦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过生日，是不是很有诚意啊？嗯，那要看你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咯。老公，有人按门铃哦，我在家等你哦。OK。怎么啦？你上次说老婆外派回来了，要跟 Vivian 分手，是处理好了没？没事，干嘛提这个啊？你一定不相信，今天公司来了几个业务，吃饭聊天的时候才发现，干，里面有一个是 Vivian 的前男友，他说他前女友很正，平常又很温柔，可是重点……我要回去跟我老婆吃饭，我拜托你讲重点好不好？哦，我不是要讲了哦，重点是那个男的跟他提分手的时候啊，李扁气要去放火烧他家。好险，中火的时候被邻居发现，他吓到马上辞职连夜搬走，哎，连手机号码都换了。你确定吗？没有搞错、啊？不可能呐、啊！我还替他给我看他前女友的照片，就是你那个丽丽，我看他根本就是个疯子，你最好是小心一点。他该不会知道你住哪吧？哎，我再联络你哦。好，先这样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你刚躲哪去了？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你哎。就说今天生日会给你惊喜啊，吓到了吧？我真的被你吓好大一跳。对了，刚刚电话讲到一半，有谁来吗？是快递啊。怎么了吗？没有了，只是问一下。那你准备好要收生日礼物了吗？嗯。老公，去年因为外派疏忽了你，我很抱歉。以后不会了。我们不是常说要一起去旅行吗？
这次我请客，当做你的生日礼物。你怎么都不说话？还是没有什么话想说？没有啦。好啊，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。嗯嗯嗯，老公，可以帮我拿一下蛋糕盘子吗？盘子？好，我去拿盘子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对不起，刚刚忘记让你吹蜡烛了。生日快乐！你想要许什么愿望？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这些话我们去的旅途再说吧。要出发咯。